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2018年年轻的日本少女女优照片及名字图一份。2018年最让人期待女优的十人名单，入选名单的女优都是知名模特，且拥有极高的人气。她们作为肩负行业重任的新一代女优候选人，未来在影视上的表现值得我们期待。2018年日本最美女星排行第一竟然是她第一名，佐佐木希，日本女模特、演员、歌手，日本超人气模特，不但长相甜美可人，散发清纯气质。佐佐木希作为最美丽面孔日本美女，入选美国电影网站2010年最美丽的脸100人排行榜第二名。北川景子，日本女演员、模特，日本新生代女星，著名模特，2003年参加日本畅销少女杂志，17岁在日本的比赛赢得 Miss Seventeen 2003的头衔。第三名，香里奈，本名能濑香里奈，日本著名模特、女性演员，主妇之友社女性时尚杂志为专属模特，主演的电视剧《我最喜欢你》更让她获得了最佳女优奖，成为了最优质的潜力股。第四名，吴景孝，1993年12月25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，日本女演员、模特，2007年2月在17岁杂志中首次作为专属模特出现，2008年和佐藤亚里沙、同谷美玲一起作为猫眼三姐妹成为封面女郎。第五名，同谷美玲，日本女演员、模特，2005年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成为千年第一美少女，2006年陆续出演了电视剧《东京少女》，也成了女子中学生时尚杂志的专属模特，人气骤升。第六名，大正炫，日本模特、演员，出演的电视剧主要有《东京少女》《我的帅管家》《完美小姐进化论》电影《超能力爱情》《撒谎的阿道与坏掉的小马》等。第七名，坂野友美，2005年12月8日加入 AKB48， 成为初期成员，是日本女子偶像团体 AKB48 新 Team K 成员，个性不拘小节，具备独特的性格，因此很有人气。第八名，关悦楚乃，台湾 AV 女优第一人。关悦楚乃是台湾首位在日本做 AV 女优的中国人，大概总共有50部的作品，名门王国、暴虐之茶室、好色茶道、大脱粪、名门诱惑、性欲攻防、名门菊花王国、 LU-NETIC-04 等。第九名，黑木明沙，2008年6月21日黑木明沙作为歌手出道，与清纯形象相反，黑木明沙冷酷及野性的形象常活跃于舞台剧界，名制作剧场历史上最年少的女作长。黑木与枯北曾合拍摄暧昧百合写真。第十名，小田麻里子，女子偶像团体 AKB48TA 第二任队长，2008年7月15日第一本个人写真集 Pendulum 发售，曾荣英 AKB 第一美女的桂冠。